八月二十九日，某综艺发布一组剧照，照片中郑爽高马尾辫搭配蝴蝶结发卡、白色束腰蕾丝衬衣，搭配热裤马丁靴，与爸爸牵手逛商场，十分亲密。而郭碧婷红蓝搭配，颜值吸睛，与爸爸、侄女共进海鲜大餐，同游夜市。侄女首次出镜，表情可爱。陈乔恩则选择跟爸爸在家中做饭，另一边的徐璐则是和爸爸一起贴心为徐妈制作生日蛋糕，画面十分温馨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